只需要一个点击，你的视频就变成英文视频了，而且背景音乐和音效都完美的保留下来。那还等什么呢？来开拓你的英文市场吧，几十万上百万的流量等着你呢。首先登录到 rusk.ai 网站，这里上传你的视频，项目名字就随便取一个 test， 你的视频的语言它可以自动检测也可以指定，我这里来指定中文，翻译成的语言我这里选择英语，它下面有据说60多种语言可以选择。类似的 link， 你的视频的链接地址可以是 YouTube 地址，也可以是你的 Google 网盘的地址。 OK， Next， 视频中有几个人在说话，这个可以自动检测也可以指定。 OK， 点击 Translate， 它下面就开始翻译，这里要等一段时间。好，这样就翻译好了，我们来看一下。Open PhotoPia's GitHub project address and click code here to copy its address to Stable Diffusion extensions. Install from URL to copy the address and then click install well so that it is installed. Wow,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它将我的语音翻译成了英文，并且保留了背景音乐。分好了的视频还可以编辑，或者是选择不同的声音。这里我们可以修改它的文字，但是它需要付费的版本，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我们可以看到免费的账号，它可以生成两个视频。这里是它的价格 ，Basic Plan 是一个月39美元 ，Pro Plan 是一个月99美元。这个价格对于我这个刚起步的小博主来说还是有点小贵，但是对于许多大 V 已经挣到钱了的，能够一键将视频翻译成各种语言，然后推向全球的观众，还是很值得的。